隨時得啦。好。咁 Kingspan 咧就都有好多即係、業務啦，有啲即係推廣啦咁樣。但其實你哋喺售賣過程裏邊，會唔會有一樣嘢你哋都想帶俾啲顧客係特別啲嘅咧？其實我哋主要係想我哋依家 Kickersport 嘅客人有一個好完整嘅體驗啦，即係唔係純粹係買件貨就算咁樣樣，即係可能係佢哋會有一個比較 overall 嚟講比較完整嘅體驗咯，即係所以我哋依家嘅 product 嘅 range 都好大嘅，即係可能就唔係淨係純粹一件波衫咁樣樣，係即係成 set 咁樣，希望可以即係俾到個客人一個比較有一個行出嚟會好似好 fashion 嘅形象咁樣樣咯。成 set 嘅意思即係我除咗買件波衫啦，咁成 set 嘅諗法係點樣咧？具體其實係即係襯埋條咩褲定係點樣咧？係啦，即係譬如我哋香港人咁樣啦，通常買件波衫，我中呢個球會，中呢個球員，就去買呢件波衫，有呢個名就係咁多啦。咁但係其實我哋 Kickersport 咧想做多少少喺呢個顧客嘅體驗嗰度咧，即係譬如你買完件波衫之後，你上嚟我哋 showroom 嘅話咧，我哋唔想純粹係一個一買一賣的關係，即因為我們本身只是喜歡足球，是足球人來的，你上得來買這些足球東西的，大家都喜歡同一個運動的啦，我們希望會 create 到一個空間出來，大家可以談下球啊，even可能譬如偉源今天你買了件波衫的，我們 suggest 埋你啊，譬如我們有一個很好的褲，又或者有對平時踢不踢球的，如果踢球的話呢，我們一個非常高質素的品牌的產品可以推薦給你們，這樣就是因為你去到一間店，如果沒有這些人情味的話，其實在這個世代來說，我覺得是不夠的，即是多一點售後服務，你意思是除了賣衣服之外，即是可以有體驗一些配搭，是的。另外我們除了譬如個爸爸上來買衣服的話，因為我們 Kickersport 除了做成人的 product 之外，我們小朋友那邊其實我們知道在香港，譬如一個爹地媽咪現在越來越多小朋友，譬如優Sir 也有小童班，那些小童譬如他們買對襪又好，買件細碼的波衫啊、波褲啊， even 一對草地的波布都好，可能都會有少少困難嘅，即係除非你好熟路啦，喺旺角會自己捐窿捐啊揾得到。但係我哋就想喺個網上個平台嗰度咧，會集中一啲小朋友嘅 product， 令到嗰啲爹哋媽咪，譬如個爹哋自己買緊波衫嗰陣時候，順手去 Kidswear 嗰度去睇埋究竟小朋友可以買到啲咩俾個仔仔咁樣。我哋想做到呢一樣嘢出嚟。OK， 即係會唔會做埋組隊衫？你知香港即係好多踢波發燒友，咁可能組一隊啦，或者好多校隊啦咁樣。你呢方面會唔會都有嘅？都有啊！我哋依家都喺我哋嘅網站上面都有 provide 到呢、這個session 俾大家去揀選擇咯，即係我哋都有唔同嘅組隊款俾大家選去揀嘅。咁如果真係各位有興趣啦，去組隊其實七件、十件、二十件都冇問題嘅。啲款式嗰度其實可以喺我哋個 website 上面嗰個 team menu 嗰度可以睇嘅。咁不論係可能一啲國際版，即係大多數嘅組隊款式又好啦。咁另外我哋嚟緊咧，我哋已經同日本嗰邊咧去傾咗。佢哋 even 日本嗰邊做波衫，大家有去過嗰啲體育用品鋪都知啦，佢有一本 catalog 嘅，咁佢就可以揀款、揀顏色，幫你收埋個章，揀埋 number， 我哋都會做呢一個服務。咁嚟緊我哋都會慢慢咧會 upload 上去我哋 Kickersport 嘅網頁嗰度。咁如果真係有興趣嘅話咧，咁睇啱咗個款式之後，咁就可以send 個 email 俾佢我哋嗰個CS 嗰度，我哋會有專人去服務翻你哋咁樣，即係可能報個價，又或者大約嗰個製造期要幾耐咧，我哋都會慢慢解答翻大家咁樣。咁除咗網頁之外，我知你哋當然即係社交媒體梗有啦。即係如果真係上下社交媒體揾到你哋嘅品牌，可以點做咧？咁大家可以去 Facebook 啊，同埋 Instagram 打 Kickersport， 咁就會揾到我哋啦。咁如果想知道最新嘅產品啊，又或者我哋嚟緊，譬如同阿優Sir足球校呢邊有啲咩動向嘅話咧，都可以喺嗰度睇到嘅。咁啊，即係大家可以留意留意啦。咁啊，即係如果大家踢球啊，或者譬如組隊啊，想有多啲唔同嘅款式啊，或者一啲其他嘅品牌嘅話咧，都係留意住 Kickersport 嗰方面啦。OK，thank you，than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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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ou。